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先去武器库，对付那些难缠的家伙，需要一把顺手的武器。到这里来，拿这把步枪，这下应该能应付那些异化生物了。 瑞恩他们，跟我来！这些异化生物是怎么进来的？我也不清楚。异化生物曾为如此大规模的进攻过避难所，看起来是避难所内堡的某个地方遭到了破坏，才让他们有机可乘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应该是瑞恩他们来的方向。糟了，快上来！他们应该从这条路走了，我们赶快跟上。 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，快跟我来！瑞恩，出什么事了？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！哎，其他人呢？抱歉，我辜负了茉莉和大家。避难所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我看得出来。 可是先撤了要紧。没错，整个避难所恐怕度假避难所。跟我来，前面有一条路可以通向外面。希望我们不会再遇到那些异化生物。大家小心！糟了，大家分散射击，多掩护下掩护。 周围出现大量异常生物，警告！看他与火影不是好办法，先想办法避开他。 这东西的恢复能力太可怕了！我搞不定他，啊，帮我一把！啊，太好了，幸好冰冻射线对这东西还有点用。快跟我进来，我们要关上门挡住他。快跟我进来，我们要关上门挡住他。我们进来后就把门关上，把怪物挡在外面。快进来，我们来操作终端，把门关上。 天哪，这里竟然有一台战甲，我都不知道。得想办法让它动起来，光靠我们阻止不了那些怪物。快来帮我启动战甲！ 警告！警告！电压异常。米娅，你现在战甲验证系统进行破解，我们掩护你。好，我尽力快一些，你们坚持住。石头验证系统太复杂了，短时间可能没法破解。乔。 Thank you.
我带你们离开这里。你现在看上去真是太帅了。快进电梯。切断神经桥连，警告，异化生物正在靠近，警告，异化生物正在靠近。2112年瓜尔纳避难所被荒潮攻陷，现场。正在检测身体状况，请稍后。饱足状态，饥饿；饮水状态，缺水；受伤程度，严重，请立即处理伤口。装备不能用啊，幸好里面还有些东西没被泡坏。目前位于瓜尔纳湖畔的一座小岛。
在附近找些食物，以防野外的危险。侦测到不明声音，以定位声音来源。正在读取晶片。这只小狗名叫阿柴，是一只落单的战宠。小心，右侧有异化生物出现。异化生物正在接近，需要立即撤离。庇护营安防网路，光子塔已启动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从存取的资料看来，这里是一座闲置的庄园。蓝石污染物覆盖了控制台和庄园。你必须摧毁蓝石巨珠以清理污染区。首先打破那些囊泡，切断蓝石巨珠的能量供给。蓝石巨珠的能量供给已被切断，你可以摧毁巨珠了。污染正在逐步消退，这座庄园属于你了。你可以搜索庄园，寻找能使用的装备。这是一个雷射裂解器，常用于采集各种材料。你需要采集木材和石材，修复损坏的房门。